长龙喊你旅长啊，钟旅长。有请我们钟旅长。旅长请准备啊，来，我们旅长有请，我们请抽出一道题目啊。然后我们这一面呢，刚刚有观众讲，我们后面都没有，麻烦。对，哎，快，后面的观众，后面的，后面的。好，后面的说都给前面挡住了。对，后面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旅长，请抽出一道题目。好，我们的龙潭里旅长、中潮里旅长，来抽出这一条这一道题目。题目是什么？我们有请旅长呢来宣布题目。有城无墙没房子，有山无泥也没泥，有路不见车来往，有河无水也没鱼。好，是的，来，好，等一下这边啊，哎，好的，手放下，我们的旅长说要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好，这一个区域，请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旅长，好好看的啊，当我喊一二三的时候呢，马上看清楚到底是哪一位，请跑最快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哈，旅长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好，来。请准备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手放下，一二三。哪一个？白白的那个一直，白白那个狗啊，没有啊，昨天没有喝到酒，手会抖。是哪一个在抖的？这一个啊，洋娃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队长，你告诉我是哪一个？选哪一个？啊，是的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答对了，来，我们请到里面报道。谢谢我们领导。